有可以玩的东东吗？什么吗？猪猪侠、奥特曼，除了奥特曼呢？龙鹰铠甲，合体。话说你现在想写作业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可能确实的，确实的。我躲，然后你来找我，你数30秒。好的。27、28、29、30。谁说的？3、29、30。去玩躲猫猫吗？那我们就一起来玩呗，我们一起玩好不好？好啊。来，小心头哦，小心一点，不要摔倒了。走这边，走这边。是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我看了。来，祝大家今天过得愉快啊！开杯，大家坐下去吧。来，开饭。对了，小马哥真赞呢。他太棒了！哇，睡不着，睡不着也要睡，睡不着，下午干啥吧？准备几个节目，红鹰开枪，合体。假面骑士，水盾是什么？那玩意是什么？我演葫芦头儿吧，就是给爷爷打下手的一个青蛙精大王。不要这么多什么穿山甲，不要这样。你要演青蛙精，你就把青蛙精的神态全部做出来。青蛙精大蛙可以变大，然后力大无穷。二娃千里眼顺风耳。3娃呢？刀枪不入。火娃喷水云深。蛇姬也是你。5娃我当5娃，你是4娃，我当大娃，我来。千里眼顺风耳可以跑得快，来吧，我们来设计一下，来吧。葫芦娃跟他刚了一下，发现刚不过。然后他来了蛇精，好吧，然后把大王打了，他可以让别人进入梦境，大王就啪了一下，大回天刚才来了，强了，我就不是被打的，我是被吹的。然后千里眼看见了，前面有个故事，前面是这样子的，因为爷爷不在了，所以要去找他，还我爷爷。哦，叫你声爷爷，你别在弄，唰。驰骋万里江山。4娃再次，大娃还我爷爷。你们这儿不是刚好7个人吗？我们打空气呗。OK， 来吧。放我爷爷。我没有技能，等3娃。4娃再次喷水。我想到一个比较好的。他呢？厉害呀！然后我们滚 TNT 还我爷爷，巴啦啦小魔仙全身变，放我爷爷，2娃啊，我们来谈判吧，4娃再次，打倒了。
我都火呛到。哦，还我爷爷！故事结束了。可以，耶，打死了 ，OK， 就这，走啊。谢。大家好，你是粉娃。我大娃是四娃，我是三娃。葫芦娃大战。爷爷，爷爷。接下来请欣赏还我爷爷。还我爷爷。哇啦啦小魔仙全身变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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